太后驾到。太后晚安。太后吉祥。都起来吧。皇帝可有苏醒的迹象？还没有。太医说皇上是高热虚弱，苏醒还得要些时辰。这些日子，皇帝啊，他真是太任性了。哀家知道他心里苦，也知道他不是个轻易失度的人。可是皇帝啊，太不爱惜自己了。太后一定要珍重自身，千万别再伤了自己的身子。这儿。你们好好看照着，每过两个时辰让人回报哀家一次，让皇帝静静地躺着，别让人吵扰。是，朝政上的事自会有人料理，太后安心吧。嗯，那哀家就先回去了，你多陪陪皇帝。是。缓缓，缓缓。什么？皇兄想念皇嫂了。这些年，皇帝放不下的，难道就你皇嫂一个？皇兄，情深意重。这情深意重，是帝王家不该有的。这一点。皇帝就比不过你。小姐，四张机，咿呀声里暗频眉，回缩之朵垂莲子，盘花一碗愁心难整，默默乱如丝。五章集，横纹织就沈郎诗，中心一句无人会，不言愁恨，不言憔悴，只嫩寄相思。